侯爷们，大家好！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原汉妈，欢迎来呢，三声好，如虎同类尘。他不错，先伯父李奏出来我，报国臣。嘿，忘词了。柳大哥见花，李他还偏爱，谁说女子相亲先？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！这叫戏剧名人打串门，没听说过。这是给您开个玩笑。您知道我刚才唱的是什么剧种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豫剧。豫剧是咱们河南的地方戏，不错，它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。不光唱腔优美，唱词也考究，必须要与时俱进。对。 得好好的开拓进去，不断的改革创新。是吗？是啊，前几年我听说有一个小剧团，愣把《列宁》在10月这部前苏联电影给改成豫剧了。那一定很好听，要不你来一段？那你可听好了，瓦西里同志到，你听我说，请你们亲爱的，万一们瓦西里。 粮食会有的，面包会有的，请你快点去找接二人司机，接二人司机，那呵呀呵嗨，嗨。